郵政咧就講咗咧，有啲地段 number 咧，佢哋唔派信嘅，即係幾多號地段嗰啲咧唔派信。咁你覺得係咪好麻煩啊？如果啲地段咁，如果唔派信，你梗係麻煩嘅。嚇、啊！咁啲水電煤都唔知點收係嘛？係啊。咁大個車場嗰啲咪好麻煩咯、啊。如果你好啊，啲水電煤費啲咧。佢即係佢報佢嗰個信箱嗰啲啊，即係第二度嘅地址咯。咁咪好麻煩咯、啊，如果係咁啊。都冇辦法噶。喺东网新闻，使玩 mini game 直接抢机票，你冇睇错，真系咁笋啊！每日揿东网 app， 免费换走吃喝玩乐奖赏，揿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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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六月全城一齐想你睇。